我终于感觉好像在开记者会。我在当记者。高鸿满桌啊，做事一个那就是才吃了。今天是一个非常令人开心的地方。我八十岁了。吴城区里面，我们受到了古典文化的熏陶。我自己觉得蛮恶心的。总之啊，快就喝就好了。来的狐狸雅沙琪，那欢迎呢大家到我的部落格里面去互相往来。笑死了！我请大家今天要把饭菜都吃完。请说一下一二三。好，一二三。